有一个厝邻住伫台北市的淡水，去年九月份伫工地受伤，啊，全倒伫个眠床。去年十一月底有领到党都新疆手册，啊，不过到今拢无领到一仙钱的补助。原来啊是调伫个讲台北市申请的条件，讲爱有指定的银行，啊是即邮局的口子，所以家属今仔是出来批评，讲这是几乎弱势的家庭，啊用即指定的口子来调这补助。去年九月，人伫板桥工地工作的陈先生意外摔着伤，经过病院抢救，煞长期爱卡床，就算是领到党都新疆手册，煞领袂到新疆补助，因为伊伫台北市的申请必备条件，都爱有指定行库，还是邮局寄银簿啊，才会当拨款。不过陈先生无，地书申请书连送拢送袂出去。再去陈先生小弟甲后生找立委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欺负弱势家庭，用指定口罩来卡补助。我们这个表单我们送不出去，不是我们不愿意申请，我人已经退到现场了，坐轮椅，然后我家属可以签借协书还不行。陈先生表示，阿嫂甲弟仔原本都领有新疆手册，厝内经济全靠阿兄一个人。想未到受重伤了后，家人要协助领补助，除了爱有指定的银行口座，也和相关的单位要求，爱到法院申请监护宣告，取得监护权才会当申请。那安尼来来往往的程序，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根本就是阻碍弱势民众的权益，呼吁政府应该拟定相关配套措施来做协助。救助法跟我们的身心障碍生活补助办法里面其实没有定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哦，那就是说可能地方政府在做一些就是汇款的动作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配合的一些行库。我们通常都是会联络他们，我们甚至不用开立一些诊断证明书，我们就是由主要照顾的家人提出他自己的账户，用切结的方式就可以汇入家人的账户。最初北市社会局答应未来将伫申请表备注，那是特殊个案，有甚物款的补助，也会进一步检视相关规定进行修法。社家属也讲会检讨申请表修正无合理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